好，掰开之后，再把下面的角依次打开。好了，再装上气罐。气罐的话，把它顺上去。好，逆时针方向，圈好，圈紧。再打开气罐阀门，圈一下。听到气的声音一点点出来，就开始电子打火。自动点起来，你看火很旺的哦。调节火力大小，关小一点，关小一点，再开大一点看一下，很好的，这款炉头非常不错哦。